虚弱点燃。这么能吸的吗？他妈老子被小兵打死了！我操！他妈的，他这么能吸的吗？坚硬不倒的都打了190多的那个伤害。退不了了。主线被他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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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死哥这波来的好，我操！
我没有同伴的权利。我不介意利用黑暗。世界末日，但至少该做什么？哨兵总是想得太多，道理很简单，见多多多，杀万一。等我落个水银吧，兄弟们。一大波经验不吃吗？我和这些怪物还没有经验。我下一波直接打水银了。
觉出水银也不行啊，这现出水银太早了。老子不会走位了是吧？你这先锋到底多久放，哥们？就一个狼人，没必要出水银啊，兄弟们。就他一个人啊。那至少不要太早出。欠200多。冰拳那套伤害太低了，冰拳。当然是没收益啊，冰拳。
这整个破茧者对面怎么办？新武器不错，看来我必须跟人打交道。双虚弱，我操！大龙，不追了，死个有炸弹，没有必要追，穷寇莫追，点了。